据媒体报道，男团 1&1 人气成员朴智勋3月2日在台大体育馆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会后有粉丝福利，其中有幸运歌迷可以和朴智勋击掌。由于太兴奋，该名女粉丝上台与朴智勋击掌后突然晕倒在台上，她立刻上前想扶住他，但工作人员将朴智勋请到后台，怕他担心，活动因此暂停六分钟。粉丝最后被担架抬下台，朴智勋再次上台时看起来相当紧张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